启禀天后，房州发生奇案，古藤村村民一夜之间全部被恶鬼捕杀。狄大人，此案事关重大，不可耽搁。原来真的有鬼啊！鬼不可怕，就怕是人心里有鬼。我早就该猜到是你。是谁，现在还重要吗？眼下天后大寿将至，此时作案，岂不是自讨苦吃？先帝赐我亢龙剑，让我上打昏君，下成奸臣。君王之道不同于断案，非黑即白。狄青是不是揭开他，就看你自己了。